顾西城先生，你笑什么？我邀请你参加两个人的晚宴，但没想到西西小姐这么郑重啊。顾先生郑重邀请，我当然要郑重出席啦。不好看吗？特别好看。西城，你的偶数强迫症不算完全治愈，但是为了你，我会努力克服的。我知道你一定可以的。是因为有你在我身边，所以啊，我们要约定好，在未来的时光里面，不管发生任何事情，我们都一直在一起，一直不分开，好吗？西城，我记得你曾经跟我说过，我是相信你的。不管以后发生什么，我们都要彼此信任，彼此依靠。这个东西，我想送给你。这是什么？我知道你很喜欢汉服的妆容，我也很喜欢看你穿汉服的样子，所以我特意找人定做了这枚玉簪，用它来代表我们之间最纯洁的爱情。谢谢，我爱你。承认了吧，我就是还会忍不住牵挂。我帮你把它戴上吧。别告诉他，可眼神难说谎，时间能回答我的愿望吗？也许失眠是心动的代价，你知道呀，我确实不会说什么情话，种一朵花，西城，等它慢慢发芽。明明要出发，却又放不下，背叛自己是心动的代价。 You are my dream， 也懂我的心，人海中穿行，只有你的使命。所以你跟他不联系之后，依旧会想念他，会焦虑，会难过，是吗？是。有的时候我自己会跟自己生气。其实我觉得他没做错什么。司徒先生，我觉得你以后不需要再来我这里咨询了。啊？你现在所有的情感反应都很合理，只不过是一个普通的为爱情烦恼的男人。你是说，我的亲密关系障碍完全好了？是的。
不过我们这里呢，也有关于恋爱的咨询，如果你有需要的话，也可以尝试。顾锦熙，西西，我看你现在过得很不错嘛。你在哪儿？妈妈呢？妈妈对你来说还重要吗？我看你现在过得乐不思蜀的样子，都快把我们忘了吧。贺锦熙，有什么话我们当面说。你确定你敢跟我当面聊吗？只要我出现的地方，你就会失去一切。苏妍希，怎么不认识了？苏妍希，何锦熙，你的脸。